你们输给我和欣姐可是要接受惩罚的哦。我和欣姐想几个菜名，你们就现有的食材把这些做出来。高山流水，唐西香玉，半夏青春，独家记忆。这么抽象啊。我的出入申请通过。我会想你们的。我们也会想你的。那我走了。去吧。那我找到基础，我就去法国看你啊。哥。